巴斯蒂囊肿一般照带式吼都开蛮久，就是要切开来把囊挤出来，然后在旁边要至少要像百合花一样缝缝缝缝缝，大概5到10分钟跑不掉。我们今天早上做了一个，他本来其实礼拜六来就是说蔡医师，我在 Google 说你巴斯蒂囊肿2分钟可以帮我开完，我现在就要开。那要死不死，我们礼拜六就是一个取卵取了28颗的，然后下午又有门诊，那麻醉科。又麻完那个手术之后，另外其他的地方有事情，他要离开，所以我跟他讲抱歉，麻醉科不能配合，所以他就选在今天取卵之后，其实也跟礼拜六同一个麻醉科医师了。那这个我倒不是麻醉科，因为巴斯蒂囊肿不用麻醉科医师，我们就 local 打，不用 local 打麻醉，不是麻醉，是另外一个新的麻醉药。我先跟他讲，这个打麻醉药不算哈，我就打了麻醉药，我们划一刀照带术挤出囊，然后用电烧啪啪啪，我算一下好像不到2分钟哈，所以巴斯蒂囊肿照带术其实如果要我来做的话，第一个他这个健保有给付，而且2分钟可以解决，那病人今天对于不到他1分多钟结束，才1分钟左右。还不知道，因为刀子切开脓就喷出来了嘛，喷出来我们把它挤得很干净，然后用它的边边有刀划开的地方有流血的地方，我们用 bipolar 2次3次就解决了哈，2分钟解决你的巴斯蒂囊肿。不过巴斯蒂囊肿的照带是不是来就可以开哈？你通常巴斯蒂囊肿有急性期跟慢性期啊，急性期千万不要动，那个开下去会塞，无法度收缩哈。绝对要慢性，像这个病人我决定要开，是因为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应该放好几年了，就很大，这中型的大概4公分左右，刀子划开脓汁就喷出来了，所以这个巴斯蒂囊肿，那有时候我们才给病人说，你现在急性期不要开，先吃抗生素，有时候等刀都自然破掉，上个礼拜就碰到一个，我说破掉最好就不用开刀，但是破掉它那个洞非常小，病人问我会不会复发，我说保证会，因为他那个很快就会愈合起来。